我居然被一个游戏 NPC 给骗了。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的枪没有他的快啊。今年的 FPS 游戏大厂都在摆烂，严阵以待可谓是一匹大黑马。玩家扮演的是执行任务的特警，在每一扇门后面都有可能是穷凶极恶的歹徒。端着机枪等你进来，也可能只是一个不安挣扎者的人质，甚至可能是歹徒提前设置好的陷阱。在这里，你不能像其他枪战游戏一样冲冲冲，你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像外科手术一般精准。安抚人质，收集证物，歹徒会伪装成平民，会假装投降，甚至有比你更好的意识、更快的反应速度。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刀尖起舞。不过好在你还有你的队友。有鬼雷啊！不要开！恭喜！